们宣战，宣战，我们跟魔兽宣战。吃屎的死不悔改，跟当年一样欠揍。志汉，你现在什么咖发文消费我什么意思？求你三天内登门道歉，不然我就要去林口馆运动了。你不是个咖，烧肉饭难吃死了。我现在比你红，你老了。我说到做到。昨18日争议网红吃屎哥乱入 G1 直篮桃园云豹主场赛事，今19日又再度在 PLG 领航员钢铁人赛事闹场。他无视比赛，突然冲进场内，被工作人员架出场外。对于吃屎哥的疯狂举动，馆长陈之汉发文怒骂死不悔改，而吃屎哥则呛馆长，你现在什么咖，劝你三天内登门道歉。你待会看清楚这个免责书，你同意再签哦。然后现在当直播已经开了哦，我们打 AAA 规则哦，我懒得跟你赘述，到地板是不停的。然后免责你签下去之后呢，观众朋友看到这里，免责他签下去，哦，他受伤死亡，在这个场地发生所有事情跟我们无关。当然我会看啦，我打那么多年格斗了，不会打死人的哦。那你看清楚的话，你再签，不然你就走吧。什么能利用折旗吗？副总，那边的处理，外部这边都有，我们去上楼去等待。我们都签好了哦。喊一下，三分钟。来，备备。喂。不要踢我，我在等你啊，来。
是你人有没有舒服？好痛。哪里痛？我心脏。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要不要？那你叫救护车。要不要？我的你的腿痛没有？我的身体。我知道你的腿很痛啊。先叫救护车。